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户外野钓视频，今天又出来钓鱼了啊。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，2到12度，还有个太阳。今天准备玩一下传统钓，拿了根鱼竿，拿了两个线组，然后现在随便找一个地方打个窝看一下吧。今天我们今天用那个红虫来垂钓啊。刚下去就来口了，啊，个头还可以，漂亮。这条还挺大的，这条看一下，哦，不错啊。大家伙，好，这条个头还可以。漂亮，漂亮。哦，漂亮。哦，个头可以的。哦，漂亮。
好，兄弟们，今天就钓到这了啊！啊，这边口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鱼货吧。看一下啊，还不错。